来看看赫利格的项链，永不磨损大套装，200-210，这项链多少零？方振山的死项链，14×6减去360，这零率是276。老板三个专用项链，魔方寸啊，现在是什么林？要不然高压电，法术暴击伤害，法术暴击伤害蓝字高属性，愤怒，麒麟三叠啊，圣灵之甲，双加79，零是三把爆，我操，零是四把爆啊，5级163+8级163是什么搭配？什么玩意儿？来切换一下属性啊。老板第一个项链是276啊，第二个项链是永不磨损专用，用328减去78出零250熔炼9点，259的永不磨损葫芦宝贝儿。老板说想把这个项链分解了，然后再去干新的。哥，这个项链确实没用，你说梦想确实没有用，就当一个项链，但是分解就感觉好惨，别人得不到你却不想要啊。360再减去一个6×14=84，出零276减去4点是272。这项链是神木林用是272，这神木林273，差1.0了，哥。再说这玩意儿，是不是你刷任务用？而且这个项链是你自己打的啊，这个项链也是你自己打的啊。扔之可惜，用之傻。不是说160精晶鞋谁都能用。好，咱们就想全和12一起。好，现在11和12的成功率呢，大概是85%啊。我们从核宝石也。这是13啊，这是两个13就14，差不多啊。兄弟们，1、2、4、8、16、32、64、128、256、512、144、2048，一个12级黑宝石2800，2048+2048给我三，给我14段黑宝石。好了，现在目前为止没失败过，已经出一次都没碎呀。这是个体力活，这资源不接了，不碎谁看呀？哇塞，好简单呀啊！兄弟们，咱们现在，兄弟们，接下来你们可能没有见过的超级暴力资源，瞬间直接冲碎了一点点。好了，兄弟们，现在2个12和1个13，2个13和14，2个14和15，理论上直接冲刺了，兄弟们，冲了，合成成功就血赚10000多，出相当于出了一个国标永不，相当于出了一个国标无级别，别给我出体活不够。合成成功最好是终极穿石令，他妈的体力不足，拿出备用体力再战，趁热打铁，趁火打劫，合成16段，之前67和69级顶级方寸帽子无级别凝滞，项链简易高龄精轻，衣服白板无级别混搭宝石加法防，鞋子啊级别愤怒腰带加无级别武器，装备的话我这么一扫啊，大概是一个虚弥一致金鸡法爆，连善高超资质，一致阴啊，壁垒死亡工宠，善恶净台，归宿净台，然后40多万，衣服的话是一个12万，鞋子的话大概是个18万，这俩加起来12，因为值15。来，回血，愤怒，选择的一对，永不磨损，铺垫结束了，垫子全用完了，可以，开局就出了140的愤怒腰带。来个双蓝字永不磨损，快直接回本。好，一个愤怒，现在24000，永不磨损回本了5500。第一车一个永不磨损，一个。